自私嘅人可以话系无处不在，喺巴士上面又似乎特别多。今日呢位黄衫黑超阿姐乘搭途经长沙湾嘅九巴士，竟然唔俾钱，到佢被司机发现之后，依然唔肯落车，搞到司机要报警啊！累到成车人陪佢等咗15分钟，真系够晒厚面皮。拉噶啦，唔好臭。为咗10蚊8蚊企硬喺度，结果警察嚟到，黑超阿姐咪又系带落车调查。有网民就提议，大家下次遇到呢啲情况应该咁。赶时间啦，关你事坐低啦。唔系我赶时间翻工，我足够道理同你讲嘢。讲咩？嗱，我依家话咧，我赶翻工，你阻我成架车，我足够道理同你讲嘢。你老母啊！你老母啊！喂喂，我叫你真系唔好讲，你咁睇我死。虽然是几痛快的，一仔都不赞成用暴力解决问题的。